Hello， 大家好，我是 Eunice。今天我来到 Ecotropic 参观他们的卡雅示范屋。当然，今天不只有我，还有一位特别来宾。走，我们去看看。现在在我身边就是这间示范屋的设计师 Joey， 欢迎 Joey 来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Joey， 来自 Home Lux Interior Furnishing。 Home Lux Interior Furnishing 是一家拥有超过27年室内设计经验的一家公司。我们的公司呢就在 Johor Bahru， 我们也是 ISO Certified 和 Award Winning 的一个 ID Firm。 然后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 Kaya at Ecotropics 的 Interior Design 也是我们设计的。那么 Joey， 你在操刀这项住宅的室内设计时，你最大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我最大的灵感其实来自于旅行。我喜欢到不同的地方旅行，尤其是被大自然环绕的旅游景点。然后呢，大自然的宁静其实能够让我沉静下来，然后在感受大自然的时候呢，我常常也能得到不同的灵感。那在 Ecotropics Kaya 做室内设计时，你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 Ecotropics 是一项规划的很完善的一个发展项目，环绕着绿油油的环境，然后这里有湖泊、凉亭，还有很大的公园，所以可以让我们的住户容易亲近大自然。所以我们设计的整个室内设计时，刚好能够融入 Ecotropics 的整个 environment。其实今天我一踏进这间示范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一种大自然度假屋的感觉。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项目的设计理念或者风格是什么呢？你能详细说明一下这个概念吗？这示范屋的风格呢，是以 nature 就是大自然为主题，然后你可以看到设计理念以及风格呢，都是以大地素材为主，加上天然的石头、木材、还有铁、还有草木，都作为了次要的元素。然后在设计中呢，我们也采用了未经修饰的水泥涂层，然后还有粗糙的那个木板的表面，所以呢就展现了不完美的美感 The Beauty of Imperfection。 最后我们也加入了一些藤制的家具，让整个空间呢就好像有 resortic 的 feeling 一样。那么 Joey， 我想问一下你哦，你在设计室内空间时，对你来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呢？对我而言，设计里面最重要的是使用者的需求。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呢，我们需要去了解客户的需求，甚至于他们的兴趣、还有爱好，还有他们喜欢的生活方式，才能设计出一个适合他们的家居风格。然后呢，就是舒适感以及实用度。除了参考他们的喜好之外，我们在提设计方案的时候，也会把那个实用度纳入考量。在配合客户的需求同时，我们也会建议比较实用的设计。接下来呢，就是快乐家园。说起来可能很抽象，但是我觉得为客户打造一个理想的家园时，家的感觉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去融合他们的需求以及实用性，所以要跟他们一起塑造一个他们期待并且回到家时会感到十分快乐的一个空间。那么 Joey， 我想问一下你在做室内设计时，你觉得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元素是注重小细节，然后一旦搞定了设计概念，然后还有大方向过后，通常我们都会开始整理小细节。就拿这个单位来说，主设计的风格是大自然，但是我们加入了许多小细节，比如说在天花板上我们使用了木质元素，就添加了整个自然的氛围。除此之外呢，颜色以及灯光的和谐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会找出适合这个室内设计的灯光颜色，让整个家有了一个度假村的一个 feel， 住户回到家能够感到放松还有开心。那么 Joey， 我想问你哦，在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室内设计是你最喜欢的呢？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厨房，然后还有外面的那个秋千。所以在这个厨房方面呢，我们采用了木质设计以及黑色的壁橱，然后从厨房出去呢就是一个户外庭院。那里我们设计了秋千，想象一下你在厨房准备了餐点，然后拿到外面一边荡秋千一边享用美食，那个 feeling 是不是很好？
在参观完了这间示范屋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个室内设计很好的利用了这间屋子的 layout， 打造出了实用度高且舒适度十足的环境。我们说回 Ecotropic 这个发展项目，它被绿意环绕，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非常靠近几条主要大道。EcoWorks 也在 Ecotropic 内打造了商业区，因为除了住宅区，商业区也是打造繁荣社区的主要元素。不难看出 EcoWorks 不仅对住户的需求有着深入的了解，也对打造繁荣社区不遗余力，势必想让拥有不同生活习惯的族群都能找到适合他们的理想家园。你也想和 EcoWorld 一起共创愉悦生活吗？那就赶快浏览他们的官网，以了解更多详情。